salary 的时候，钱每月给你有收入。不是我说，要我教的话，光做的那样的话，我觉得更郁闷。因为怎么说呢，他还要求高，就卖给人家吃，你只要样子好，味道吃的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是要不是。这是什么？辣子鸡块？放到哪儿上去啊？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正常性那个什么素草，就那个烤麸和那个四喜烤麸，很漂亮。然后中间的是什么？凤爪？见都没见过。泰式酸辣啊？不会吧？泰式酸辣凤爪啊？嗯。谁是泰国人？我们这里没有。跟网上学的。哦，强啊！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中间那叫什么？茼蒿？空心菜？空心菜。对，是叫空心菜。空心菜从哪搞？空心菜是空心菜。不不，快告诉我，空心菜那边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就是炒年糕。哦，年糕，我靠！还有叉烧，还有吃猪肉片。猪肉片下面这是什么东西？辣椒、牛肉。空心菜。我。你可以多要一点。六。六。哇塞，真不容易。